你是哪些鞋？我该让你，我该让你。妈妈，我洗好头了吗？他到底在干嘛？干嘛捏我？活该，是你，你带一个法国就可以。不好笑你哪个吗？不好笑你哪个啦？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我就是讨厌你。你有什么话想说？你们两个有笑吗？一个眼睛比较大，一个眼睛比较小；一个鼻孔比较大，一个鼻孔比较小；一个嘴巴比较大，一个嘴巴比较小。所以你们一个像爸爸，一个像妈妈，谁像爸爸？谁像妈妈？谢谢大家。人在累累的时候，你这样给他拍拍，他会很舒服，然后就很想睡着。如果你有爸爸把他哄睡，表示他真的很爱你，你可以当他的小妈妈了。小蜜，眼睛闭起来，给姐姐哄睡，快点。